尊敬的丹斯里、健康里，诸位法师、诸位大德、诸位同学，大家晚上好。这一次是我们在这个场地第四次的活动啊。刚才我听到司仪的报告有一点错误啊，我讲经教学到今年53年，不是58年，53年。学佛了60年，出家就从事于讲经教学啊，53年。今天我们的讲题神圣教育拯救危机，过去曾经有过3次有和谐拯救危机，是上一次我在马哈迪长老家里面做客，提到这个和谐拯救危机，长老把和谐两个字改了，他说教育拯救危机。那么教育的范围非常广泛，所以我们在上面加了两个字神圣教育啊，就是这个讲题的音乐啊。所以与马来西亚都有亲戚的关系。那么这次我们从无量寿经借录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是佛化正教大同之治，跟中国礼记里面的礼运大通篇有异曲同工之妙啊。中国传统里面有大通章，无量寿经里面的也有大通章啊。我把这个经文念一遍：佛所行处，过以秋菊，弥补荣华。天下和寿，日月清明，风雨一时，灾厉不起。国风宁安，兵戈无忧。从德行仁，勿修礼让。过我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这是佛化的大同之治，是我们非常向往的。中国古时候也有一段话啊，就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先行于人，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心，不独自其死，使老者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啊，精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后
物其起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利物其不出于身，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行，盗窃乱嘴而不作，故外乎而不闭，是为大同。大同之治，不使理想，在中国实现过。读中国的历史，我们了解上古时代啊，史书里面有记载，三皇以道治天下，五帝以德治天下，道设掉之后有德，三王以仁治天下，三王是夏商周，这三代1800年啊，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段时期。但是周朝在末年有春秋战国啊，说乱世，这个乱世大概将近500年啊，周朝800年，300年的盛世啊，后头500年乱世，是五霸。虽然这些王霸不如三代，但是他们讲义气啊，我们在春秋里面读到这些意思啊，讲义气。秦统一中国之后，寿年亡国，汉取而代之，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啊，以孔孟学术为国家教育者所依凭，这个政策是非常正确，一直到清朝灭亡，将近2000年啊，是以礼治天下啊，所以古时候史学家有这个说法，是道设而后有德，德设了之后而后有仁，仁设掉之后而后有义，义设掉之后而后有礼，社会安定，国家长治久安的最低的底线。礼要是设掉了，社会就动乱。古人所述，现在我们都看到了。那么我们怎样能恢复到过去的社会安定、世界和平、人民幸福？今天有一些人觉悟了，要把礼找回来。礼找回来，社会才能安定。在上一个时期，70年代，我们这个时期本是70年代，英国汤恩比沃斯说过，要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
与大乘佛法啊，这是英国人讲的。我曾经两次访问伦敦，主要的去看欧洲的汉学啊，牛津的汉学系啊，剑桥跟伦敦大学。我在学校跟他们做过讲演，也跟教授们做过交流。我问他，汤跟李博士的话你们能相信啊？孔孟学说大乘佛法真能解决问题吗？啊，这些同学们我很佩服他，他们的北京话讲得比我好，能够看中国的文言文啊，不能不佩服。他们看着对我笑啊，不答复。那我又问他，那汤恩比的话是错了啊？他们还是不答复。到最后逼着我要说话，我说汤恩比博士的话没有是错，而是我们把它解读错啊。为什么呢？提起孔孟学说，大家都在研究，汉学系是研究儒释道的，这三样东西是他们的本行。我是讲到孔孟，你们一定会想到四书五经十三经等等等。那么讲到佛学呢，一定是提到大乘经典啊，华严、法华、般若、法相，一定想到这些啊。他们拿这些东西去写博士论文啊，将来可以拿到博士学位，也能够在汉学系成为名教授，欧洲的汉学家啊。我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们呢将来的成就啊，跟我不能比。为什么？你没有我这么快乐，没有我这么自在。那他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学的是儒学、道学、佛学，我学的跟你们相反啊。你看外国文字从这边念到这边，我们中国呢是从这边倒过来啊，从这边念儒学，从这边念学儒啊。我说我是学儒、学佛、学道，你们搞的是儒学、道学、佛学，怎么不一样？儒学是把儒当作一门学问去研究啊，学儒不一样。学儒就学孔子、学孟子，我们也做现代的孔子、孟子，社会问题就能解决了啊。所以他们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学佛呢，要学得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做现代的佛菩萨，你才能救世啊。学道呢，要学得跟老子、庄子一样，这才行啊。啊，这说法也很笼统啊，我们要给人一个概念，用一句话，越简单越好。孔孟学说讲的是什么？孔曰：“成人，
孟曰取义，孔孟却说仁义。夫子之道，中恕而已啊！我就用这四个字：仁义中恕。这四个字能不能就是我？这大家想想，行啊！现在这里缺少的就是这四个字。把这四个字找回来，社会就改变，世界就和平了，人民安乐幸福仁者爱人。现在整个世界找不到爱人的人，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这个社会他不自爱，不知道爱自己，他怎么会爱别人那么如果要叫他爱人呢，先必须叫他自爱，自爱而后才能爱人现在的人不义不忠，没有恕人的这个概念恕是原谅别人，今天无论什么人做再大的错误造再大的罪孽都要原谅他。佛在无量寿经里面告诉我，先人无知，不舍道德，无有愚者，恕无怪也。释迦牟尼佛的恕道为什么不能怪他呢？他没有受过这个教育，从小没人教他，父母没教他，他的父母也没受过教育。祖父母没教他，祖父母也没受过教育，曾祖父母没教他，往上推呀，至少推到五代五代都没有教了，今天他做错事情，你怎么可以责怪他所以必须要懂得疏导推己及人。我们自己做错事情，希望别人原谅我，我也得要原谅别人只有用恕道，让我们这些做错事情的人心也能够定下来，定下来好好的学孔孟之道，学大乘佛法大乘我们也提出四个字：真诚、慈悲是八个字。真诚、慈悲、仁义、忠恕这八个字就能把这个世界带回正常，把我们每个人的身心带回健康我们才有幸福的家庭、美好的事业和谐的社会、安定的日子不是不能做到的所以大同之治在中国出现过我们看到经文上天下为公，尧舜禹都走了先贤云南先是圣贤先圣贤的单人
担任国家的领导人，能是非常能干的人，这些能干人是国家重要的干部啊。我们看到有学士，那是多么的精神啊！自己年老了啊，要把王位找一个继承人啊，用心良苦啊！啊，听说国家有一个孝子，顺治大孝二十四孝，他是第一个大孝，是不是真的啊？真的是孝啊！所以诸位要知道，孝跟敬是世出世间一切善法的大根大本啊！佛陀在《观经》里面跟我们讲的敬业三福啊，这是敬重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我还说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真因啊，这句话说的非常重啊。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要想成佛成就，决定不能离开这个原则啊。头一句孝养父母，第二句奉事师长啊，第三句慈行不杀，最后一句修十善业。我在美国遇到黄念祖老居士啊，他告诉我，也是嘱咐我，希望我在海外建净宗学会啊。这是夏年老一生的期望，他没有做成功啊。那么我第一个净宗学会是在加拿大，在温哥华啊，加拿大净宗学会。实际呢，净宗学会就是古时候的莲师啊，把莲师现代化啊，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啊，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啊。现在是什么样的社会啊？旧的东西有许多地方要改进啊，改进是形式改进，本质不变，这点很重要啊。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形式可以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给他改变，他才能够适应，叫契机啊。本质不变，这叫切体啊。诸位都知道，契机切体是佛陀度化众生的啊要求的第一个条件啊。佛法重视这一点。到中国来了，你看印度那些生活方式完全改了，契合中国人的企业。那我们居里摩腾卓法兰啊，到中国将近两千年了，两千年中国社会变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要与时俱进啊。佛法我们细心去观察，它是不是宗教
他不是宗教。为什么？宗教第一个条件要有一个创造宇宙的神啊，造物主啊，佛教里头没有。所以有些我跟宗教往来很多啊，有一些这个其他宗教的朋友问我，他说你们佛教没有造物主，那是谁物谁造的呀？我就顺他们的口气，这物是上帝造的，他们听得很欢喜，很高兴。真的，我在澳洲遇到锡克教的长老，很喜欢问问题。他说：“你们佛教没有造物主，将来最后的审判。”世界末日最后的审判谁来负责呢？我说那都是上帝的事情啊，上帝管他满意。他说那你佛教到底？我说佛教搞教育啊，好像上帝啊管惩罚管司法，佛陀管教育，佛陀把人教好，不要犯罪啊，不犯罪，这个很和谐相处啊，没有对立啊，你这样就是大家都能够接受啊。我们看尧王选这个女啊，选刘胜，把两个女儿嫁给他，看他的私生活像不像圣贤。九个儿子跟他做朋友，看他外表，他处事待人接物，这样用心的观察了十几年，最后把王位让给他。负责任的啊，真正负责任，选一个国家领导人啊，那么再由他选他自己的干部。熏习于人呐，讲信修睦啊，那我们看到佛陀教导我，佛所行处啊，这个佛是讲佛教啊，佛教所推行的地区就是佛所行处。这地方有佛教，这地方有佛所行处。那么我们在《人王经》看到释尊给我们讲的法运、正法、相法、末法啊，通常呢，我们的一般习惯上称为。世尊的法运一万二千，正法一千，相法一千，末法一万，大家知道的。这是就多数人来说的。人王经常从理上讲啊，什么是正法？有人讲经。释迦牟尼佛在世啊，佛陀讲经，有人真听真修啊，真听经真修行，有人证悟啊，这就是正法。你看有讲有修有证，这是正法事情。如果有人讲有讲有修有学，没有正果的啊，这叫相法啊。如果有讲经有听经的，听经的人不认真修学啊，听是听
啊，自己心情是另外一回事情，当然没有证果，这叫末法。如果讲经的都没有了，这个地区叫灭法，法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的同学们啊，敬重同学，大家都是世尊的弟子，不能够辜负本师释迦牟尼佛，无论在家出家，都要发心出来抢经教学啊，佛法就会兴旺起来。末法时代的正法啊，抢经教学难不难呢？不难，先把自己教好了就不难了啊，一定先自己学，从哪里学？这个原则必须要遵守。依戒得定，依定开慧啊，这个是永远不变的原则。戒重要啊，为什么今天我们学戒律学得不像啊，跟古人比怎么比也比不上啊，原因在什么地方？古人有根，我们没有根。古人这个根是怎样培植的啊？古人的根是从家教里面培养出来的啊。中国人最懂得教育，有教学的智慧，有教学的方法，有教学的经验，有教学的成果啊，这一点唐恩比博士非常佩服啊。教人要教啊，从什么时候教啊？母亲怀孕的时候就开始教。这世界上其他的各民族的人没有的，不知道，只有中国懂得胎教啊。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就应该知道起心动念、言语、举动都会影响胎儿啊，所以史书里面记载，胎儿文王的母亲、周文王母亲记载。他怎样教育文王？在怀孕的时候，也不看物色啊，凡是不好的东西不看，耳不听言声，口不出傲言。你看看佛家讲的身口意。啊，所以小孩出生之后非常健康啊，就是他没有染污啊。小孩出生之后，他就会看，就会听，就在学习，就扎根教育，是从出生那一天到三岁这一千天扎根教育。啊，在婴儿面前言谈举止都要端庄，不能随便，他在学习，母亲是他第一人的导师啊，一定要把小孩教好啊，
弟子规就是母亲教小孩，怎么教法？做出来给他看啊，让他看，你看母亲怎样孝顺他的父，弟子规是要做出来的，让小孩看啊。他看了一千天，到三岁看一天，他全学会。我们中国古谚有所谓的三岁看八十，这一千天的根扎下去，到八十岁都不会改变，有这样的效果啊。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根没扎根，我们扎根的就是说学戒律那么困难，真想学怎么学都学不好啊，就缺乏扎根就好啊。我们出家人自己这一辈子没有根，上一辈老和尚也没扎根，再上一辈咱们的师公也没扎根，可能再往上追两三代才有啊，才有扎根教啊。所以他们学习容易啊，因戒得定啊。古时候啊，出家同学都知道五年学戒，这个五年学戒不是讲你学戒律啊，不要误会啊，五年遵守老师的教戒啊，就是老师指导完全要服从啊，那就是百分之百的把弟子规做到啊，这才叫奉师师长啊。我们把弟子规跟沙弥律仪合起来看看，相同的地方太多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认定弟子规是戒，是我们的根本戒律，千万不要把它改邪。我们从弟子规上扎根，从感应篇、感应篇上因果教啊，从这上扎根，十善业就很容易做到啊。十善业能做到，三规无尽沙弥律仪一点都不难啊。你有这个基础啊，学教啊，教是不能不学的。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表演啊，来做示范的，事先八相成道啊，十九岁离开家里出去参学，为我们表演什么？放下物欲啊，荣华富贵统统放下。他要不出家，他继承王位啊。你看，权力、权势、地位放下啊，物质享受放下，这就教给我们的呀。出去参学，表演的是知识分子，好学，光学道理，学了十二年啊。当时印度是宗教之国，学术之国啊，印度的哲学在全世界是有权威性。那一些善知识，他通通亲近过，通通跟他们学过，学了十二年，问题没解决啊。十二年的成就，我们相信他是个非常优秀的学生。
古印度，无论是宗教，无论是哲学，都非常重视禅定。佛经上讲的四禅八定，这都是婆罗门教的，我们跟他有接触，就是现在的信徒教，就是婆罗门教，传到现在。他们告诉他们的历史至少有13000年，但是现在世界承认他8500，他们自己说是有13000年，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四禅八定修成，上面可以通达飞翔，飞翔出天；下面可以看到无间地狱，也就是六道轮回里面的状况，它一清二楚。这是我们现在一般人做不到的。那么我们想想，释迦牟尼佛很聪明，六道搞清楚，问题没解决。什么问题？六道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六道？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像这些问题，没有人能回答。宗教不能回答的，哲学也不能回答的，所以释迦佛就把学习告一个段落，到恒河边上毗婆罗树下去入定，入更深的禅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把这些事情全解决。出定之后，他做了个报告，把这个他所证悟的境界说出来，给哪些人说？给41位法身大师。来讲解，在哪里讲解？定中，那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他开悟的报告，原原本本全都是出来。我们今天看的华严，是《华严经》目录提要。不是原本的，佛所说的被大龙菩萨收藏到龙宫里面去了。龙树菩萨有缘，见到这部书，他告诉我分量多大，10个3000大千世界微尘劫，14天下微尘品，阎浮提众生没有能力受持，他有重本，就是解药，重本分量还是太大，最后他还有小本就叫目录提要，四库全书，全书有目录提要，10万册，40篇，龙树菩萨看得很欢喜，这个阎浮提众生可以接受，把他带出来，华严经是这么来的，
原本没有了失传，现在只有中文的译本。啊，中文译本也不完全，啊，稍稍的超过一半，啊，大概有六成的样子。啊，虽然不完整，能够看出华严的大意。啊，非常难得，现在留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中文的译本。在中国也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啊，他24岁开悟，给出书，开悟那个境界跟释迦牟尼佛相同，是平等的。啊，慧能大师开悟也把开悟的境界说出来，他只说24次。释迦牟尼熟大佛华严经，那么我们就知道华严经讲的是什么。六祖慧能大师20个字就是华严经，啊，这20个字一扩展就是华严，大放光佛华严，大放光佛华严浓缩起来呢，就是六祖这20个字，啊，能大师所说的。我们能记得了，啊，他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自信是我们自己本人呐，啊，禅宗所说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自信是你真正的自己呀，啊，啊，你自己本来清净，一丝毫染污都没有啊。染污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染污是什么？染污是阿赖耶，阿赖耶不是自己，阿赖耶是妄心，真心从来没染过。第二句是本无生灭，没有生死，没有生灭。啊，我们有没有生灭？没有，确实，生灭是你看走的样子。啊，因为你用的是生灭心，你看到一切法都是生灭。如果你要是把这个生灭心放下，你看一切法不是佛。啊，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佛说了很多。这一句话被现代量子力学家证明。啊，我们没有证得。我们是从佛经上学习的，现在物理学家证实我们这个产生坚定的信心，相信佛的智慧，相信佛的德能。啊，佛的话讲的字字句句都是真实，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啊，因此我们要不用真诚恭敬心，经典摆在你面前，你得不到利益。为什么你看不懂？你能看懂的是你自己的意思，不是如来真实意，你自己的意思。如来真实意，你要用真实心，啊，真实的心你去看佛的文字，你就看出真实意，啊，才能看到。其实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事万物啊，没有一样不是真实，用真实心全都看到真实。我们用生灭心看什么都是生灭啊，看不到真实啊。所以今天科学达到这样的境界，我们不能不佩服啊。你看看他对外能预言到外太空，啊，宇宙的边缘；对内能够研究到阿赖耶，这是阿赖耶三细相都搞清楚了，这不能不佩服啊！但是这些话呢，佛说过不稀奇，
佛在大乘经里面讲过，我们八识，五识一心处，以第六意识攀缘的能力最强，五十一个因素，五十一个心处，它通通具足。对外能缘到法界，啊，能缘到变法界；对内呢，能缘到阿赖耶，缘不到自性。自性是真的，啊，第六心是妄心的，妄能缘到妄，缘不到真。啊，所以科学家今天达到了极限。啊，研究宏观宇宙的他们的报告，我们读到了。啊，告诉我，所发现的宇宙，只能够观测到10%，还有90%的宇宙不见了。啊，这是他们的报告。我们听这个话懂，比他懂。他们说不见，我们知道为什么不见，到哪里去了，我们知道。啊，到哪里去了？佛告诉我，回常寂光了，回归自性了，自性就圆不到。啊，为什么呢？或许我们有眼耳鼻舌身，这个五识能够圆到物质现象；第六意识能够圆到精神现象。啊，自性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精神现象，还不是自然现象，所以用不到。啊，净宗里面所讲的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就是自性。啊，所以它没有物质，没有精神，也没有自然现象，用不到啊。啊，这是科学跟哲学永远没办法达到究竟，原因在此地。啊，这时里面讲宇宙万有的本体永远是本体。啊，所以要怎样才能够见到？不是假的。佛告诉我，放下就是。啊，放下起心动念，你就见到了，就见性了。啊，所以科学家、哲学家没放下，他一放下，他就见到真性，就见到了。啊，就差这么一点点。佛告诉我，放下见思烦恼，就真的阿罗汉果；放下尘沙烦恼，就是菩萨；放下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叫做根本无明，把这个东西放下，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凡是见性，境界都相同，平等法界。啊，像世尊跟慧能大师，那是上上根本。为什么？他有能力在一句话之下、一念之下通通放下。所以他立刻就成佛了。我们一般人烦恼习气深重，一时不能做到。啊，佛有方便法，
叫我们慢慢来啊，每天放，每年放，一年比一年轻，烦恼轻，智慧就长。那如果通通放下，你要是真的放下见思烦恼，就见到一个执着，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你证阿罗汉果了。大乘弃心为的菩萨，那放下尘沙烦恼，尘沙是分别，放下起心动念啊，无始无明，你就超越十法界啊。到哪里去？到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还有现象，有物质现象，有精神现象，所以量子力学家能够发现到它。那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有一个问题，我们琢磨了很久，不起心不动念，那什么都没有了，为什么华严经还说四十一个阶级？这四十一个阶级怎么讲法？应该是什么？十报中没有阶级了，这不起心不动念还有什么阶级？我们在前面学的，回过头来一看，发现有现行，有习气啊！你看，见思烦恼，我们讲用华严经的说法，执着放下，不执着还有执着习气，执着习气再放下，就是菩萨。啊，菩萨把分别放下，还有分别习气，分别习气再放下，十法界里的佛成佛了。啊，不叫菩萨，叫佛了。啊，他把无明起心动念放下，他到十方去。哎，一想还有习气啊，我受于习气，习气没放下，所以我们就明白了，四十一个阶级啊，是讲习气，习气有深浅不一样啊，有人习气很深，有人习气很浅啊，在十报图里面住得很久了，习气慢慢就浅薄了。刚刚到十报图，那个习气很浓啊，所以这四十个一个阶级，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没有啊。你说它没有啊，这四十一位菩萨习气确实不一样啊，有前生后薄不相同啊，但是他不该死啊。如果说该死，只是一桩死，回归常寂光，就障碍这桩事情。回归常寂光，回归自信，必须把习气断尽。断尽，那就是妙觉的果位了。啊，这些我们一定要知道。啊，然后晓得我们现在在哪一个层次，这个很重要。啊，知道自己的机会，应该认真努力学习。啊，这些都是非常非常之难啊。那么，好在我们幸运，甚至叫太幸运。
啊，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同学，乃至在网络、在电视机面前的啊，一起学习的这些朋友们，我们这一生当中能遇到净土，这个太幸运了。佛告诉我，能够遇到这个法门，遇到这一部经，啊，遇到这个法门，就像金刚经上所说，决定不是一佛、二佛、三四五佛所种善根，而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啊，得一切诸佛如来的加持，你才能够欢喜这个法门，欢喜这部经，不容易啊！这部经能够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就证得阿惟约智菩萨，这得了吗？这话我叫难心之法，难心很容易心，那我没修成，什么原因呢？难心啊！啊，诸位要知道我学佛的历史，你就明白了。啊，我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我从哲学的门进入到佛经，把佛经看作哲学。啊，完全用研究哲学的方式来看经典。这就有了障碍啊，对大乘经呢非常欢喜啊。李老师把净土介绍给我，印光大师文钞送给我，我看了之后不排斥净土，不反对净土，以前排斥啊，但是他劝我说我都没有接受，啊，劝了很多次，苦口婆心，啊，我是怎么样接受净土？讲华严，第一次讲，啊，还不念之前第一次讲，讲了十几年，六十华严啊，不是六十没有，八十华严讲了一半，四十华严也讲了一半。啊，有一天突然想到文殊普贤修什么法门，善财童子修什么法门，啊，这在华严经上仔细去翻，看到文殊普贤都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再看看那华严四十华严五十三参，我讲过啊，五十三参讲过啊，讲的时候叫粗心大意，没有看出来。哎，这次仔细回头看去，看出来，原来善财童子彻始彻终就是念佛。你看他第一位参法的善知识，吉祥云比丘修波州三昧，啊，专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吉祥云比丘给他开始讲了二十一种念佛法，这我懂的，把诸佛如来所示一切经教全都归纳到念佛法门啊，这个我早就知道了啊，但是没能深入体会呀。到最后一位第五十三位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你看一个开始一个最后，
彻实彻中，它就是修的。念佛法当中五十一位善知识代表无量法门啊，代表各行各业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他都学了，学了怎么样？不修。你看，最后念得离此啊，此就不接受，不修这个法啊，念得是我看懂了，我明白了，我不修你这个法门啊，善知识教导我，我感激你。感激教导，我不学这个法，老实念佛，求生净土。我看出这个门道场了，我才归心净土。感激老师过去那么样苦口婆心劝我，现在我明白了。我没有搞明白，劝都不行啊，都不能接受啊！一定自己搞清楚、搞明白，这才接受。啊，接触回过头来再看经中比较不一样了，能看出味道出来啊，这个法味就到了啊。那对于修学还是有点障碍，这障碍就是没有做到一门深入尝试熏修啊。我学佛六十年，26岁开始学，今年85岁，整整60年啊。前面7年我是第7年才出家的啊，前面7年学了小乘经教10年啊，跟李老师这个听他老人家教学，我学了13部小乘经啊，里面有几部是大乘啊。出家就教佛学院啊，就在外面讲经啊，佛学院教了几年啊，感觉到自己不足啊，所以又回到台中啊，要求李老师，我要跟他学一部大部经。他正好在讲楞严经，我本来是带着法华经啊，我带了10几种注解到了台中。老师说这样吧，楞严跟华严分量差不多啊，无论是质是量都相当啊，他说你就学楞严啊，我就不用再耽误的时间啊。所以那个3年跟他们就学楞严，是专攻3年专攻一部啊。楞严经在早年也讲过7遍啊，但是只有2遍是讲圆满的，另外5遍都没有讲圆满啊，是语言不足啊。如果我们要能有古人那个福报啊，真正要有福报，能够住在一个地方，没有人干扰，自己一心在脚下，在念佛，是大成就了啊。我们这么多年呢，只看到黑龙江的刘素云，这个人有大福啊。他55岁得一场大病，黄斑狼疮，那个病比癌症还要严重啊。医生告诉他，你心里要有准备，你随时有死亡的可能，不是3个月2个月啊。他碰到我这种一套光无量寿的观点啊，听懂了一句话，
一门深入常识去学，他就这么干。啊，十年之后，我才知道有这个人，才跟他联系上，见了面，他告诉我，啊，每一天听后听无量寿经，听一篇一个小时，这个小时听十遍，就是每天他听经十个小时，啊，就这一篇十遍。常识学习这一部经听圆满了大概两个月，从头再听还是这样十遍，十年没有间断，除了听分听经之外就念佛，他也没去想他的病，没在意这个事情。啊，两三个月之后到医院检查没有了，不但病没有，连疤痕都没有，所以医生感到很惊讶，把病历找出来，真有啊，不是假，不是判断错误啊，真有啊。问他用什么药，什么药也没有，没有用。啊，吃的茶的都没有。啊，告诉我，我是念阿弥陀佛，听无量寿经挺好的，医生相信的，因为这个人善根非常深厚，我们没有人能跟他比上，他一生没有妄语，啊，一生没有打过妄语，所以一生相信他的话，啊，所以他告诉我，当然这样用功的方法，我相信三四年他就得三昧，啊，念佛听无量寿经是念佛三昧，啊，得三昧呀。得三昧之后，三四年他就开悟，他说他真开悟，因为无论叫他讲什么经，他都讲得头头是道，没有错误，这就说明他开悟。虽然不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大悟是决定能达得到的。以前李老师告诉我，大彻大悟是教理完全通了，没有障碍，这三藏十二分教没有障碍，大悟能够通一宗，啊，与我们这一宗有出类旁通的经典他都没问题，啊，他拿到手上他完全能理解，完全能讲得透彻，不会出问题。所以学教的捷径，你要能够守十年就通了。你如果说是每天看的很多学的很杂，学一百年都不通，还是个凡夫。啊，我听祖师大德这样教导我，现在刘素云的时候我做了个榜样，啊，活生生的例子我们要看清楚，真正肯学来得及啊。你现在还有没有到五十五岁啊？五十五岁六十岁六十五岁就成功了啊，你如果是六十岁开始的话，七十岁成功了，行啊，有没有是这个寿命？有，佛菩萨加持，你为佛菩萨工作，啊，你为苦难众生，为正法救助，啊，你会得长寿。啊，每一位同学，我都鼓励大家好好的来学习。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有个一万八千人啊走这个路子，地球就有救了啊，找谁呀，我们大家一起来，这才能够救灾难，可以化解啊，这是真的啊，比科学家告诉我们那个
效果还要显著。啊，我们的信心呢，肯定没有丝毫怀疑。所以佛法，佛所行出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啊，就是佛教推行的这个地方。啊，佛所行出。啊，佛教推行的地方。啊，有讲经的人，有修学的人，有正果的人，往生就是正果。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正果。正什么果？佛果。啊，往生决定一生证得究竟圆满，我们决定不能把这个法门放弃，一定要牢牢地抓住。除这个法门之外，任何一个法门要靠自力，别人帮不上忙。这个法门，我们只要有心，只要愿意往生就行了。只要肯念佛，啊，其他的力量是阿弥陀佛加持。啊，这些年来，我听说国内有一些法师对我有责备，说我只宣扬净土，为什么不宣扬别的宗派？啊，我在此地向大家说明，啊，为什么我不讲其他的经论？我没有能力学习，啊，那个要断烦恼，我断不了烦恼。我只有这个法门能够救我，原因在此地。所以要请国内的法师大德原谅我，啊，他们的根性比我高，啊，我希望你们，佛讲得很清楚，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无论哪一个法门，真正做到一门深入，十年熏修啊，个个都是一流的大法师。啊，十年不是一个长的时间，啊，不是长的时间，只要是锲而不舍，个个都能成就。啊，佛法全面复兴，啊，大小乘十个宗派都能够在我们中国复兴，啊，中国人要对中国有认识，啊，中国这个国家，我们的祖宗千万年来以什么起家的？伦理道德起家，《易经》上说的好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呐。我们中国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现在为什么有灾难呢？我们这一代的子孙不孝啊，把祖宗丢掉了，瞧不起祖宗，这样罪多大？啊，说祖宗不如我们聪明，我们能够发明电灯，啊，发明的摄影机，啊，发明汽车，啊，祖宗没有这个能力。错，祖宗智慧比我们高。啊，他为什么不发明？如果发明，世界早就毁灭了。不忍心世界毁灭，所以不干这个东西啊。啊，科学不是最完美的，科学问题很多啊。啊，还是老祖宗那一套好。连我们英国汤恩比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们要知道，那么这一两百年做错事情，当然有惩罚，啊，就灾难是有惩罚，绝对不会灭亡，啊，祖宗爱护子孙，啊，惩罚是要教训你的，啊，不会让你有重大的损害，哎，那么下面一句话，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你周边看看外面的世界，
有哪些极不善之家的，有他们的麻烦大了。啊，这是这个绝对是有道理的啊。吉祥国是国家，以今天我们讲的都会啊、都市、丘区，就是小镇、乡镇啊、乡镇、乡村啊，弥补文化没有不蒙佛陀教化。啊，佛家的教化是圆融的，佛法是教育，一定要把这个认识清楚。啊，释迦牟尼佛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79岁圆寂，没有一天休息。啊，做出榜样给我们看，他所教给我们，他全做到了。啊，当年他的日常生活记录下来就是东西。啊，他所说的经典，所说的记录下是经典。啊，论部里面有很多是佛跟弟子们的讨论，啊，研究讨论，解答他的问题。啊，这是经典的内容啊。啊，我们要肯定明心见性啊，肯定见性的智慧是圆满的啊。佛告诉我，智慧、德德、才艺乃至于福报，没有一样不是圆满的，自信里头本具的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也透了这个信息啊，他第三句说得很好，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就是具足者，具足智慧，具足德能，具足才艺，具足相好，没有一样不具足啊。你要问具足哪？详细问具足哪些呢？末后一句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那就万法就都具足的，一样不缺。变法界、虚空界，通通具足。啊，这个我们在这个《大经解演义》里面详细跟同学们说过。啊。我们收集现代科学的报告来证明啊，佛所讲的让我们对佛的智慧、佛的德能啊充分的建立了信心，不再怀疑啊。而我们发现怀疑这个烦恼对我们的伤害啊，大家都知道贪嗔痴叫三毒啊。啊，实际上贪嗔痴下面还有两个慢疑，贪嗔痴慢疑五毒啊，这个麻烦大了啊。五毒俱生烦恼，什么时候来的？从宇宙形成那一念开始就去做啊。诸位学过法相，学过八识，就知道啊，一念不绝，这一念没有原因啊，这一念没有时间，这一念也没有空间，
我们对这个一念很模糊，没搞清楚啊。现在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他也没讲清楚，这一念速度非常快速，好像一刹一刹那不行，还是太长啊。这个小光子，你只看它起来的时候，它立刻就消灭了啊，生灭的非常之快。所以说，它是不是真的存在？它不存在，念头不存在。那么弥勒菩萨告诉我们非常具体的说法释迦牟尼佛在《菩萨出胎经》里问弥勒菩萨，心有所念，我们凡夫起一个念头，这个念头里头有几念，有几相几时。佛问了这么一句话，弥勒菩萨回答：一弹指，一弹指，32亿8000万，百千是个单位，百千是十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320兆个念头。那现在我们是用秒做单位。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啊？弹得快，我相信可以弹5次。如果是有5次的话，乘5，1600兆一秒钟。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个念头生灭，每一个念头都有物质现象啊，念念成形。行就是色，色相。行界有识，是受想行识。于是我们明白，我读心经的恍然大悟，观世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那是讲，就是讲这1600兆分之1秒的那个一念，五蕴皆空。无因有缘，求不可得啊！弥勒菩萨讲了，十念其微细不可支持，你没办法执着它，你没办法保持它，它太快。你看，弥勒菩萨所说，比科学家讲的清楚啊！说明什么？说明所有现象都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物质性也是假的，精神性也是假的，都不可得啊！你才能见性啊，才能把事实真相真正看清楚、看明白，然后你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啊。为什么？我们明白了，物质性从哪来的？意念变现出来的。怎么变现的我们不知道，古大德在注解上也没有讲清楚啊。实宗我们说半疑半信，不能不相信，但是这个疑解决不了啊。到看到近代的量子力学家的报告，这个疑团化解了啊。他们看到物质现象确实是意念累积产生的幻想，不一点都不真实啊！产生完全是我们看错了啊！那么意念从哪里来的呢？科学家告诉我们，5种生有。讲的也不错啊，我们听得懂。自行是这个
自信变现出来。阿赖耶的转向，一念不觉，这个一念起来的时候，那是无明业相，就是科学家讲的能量啊。第一个产生能量，由能量变成了信息，由信息变成了物质，但是它的速度都是在一念，都在那一念，一念当中有先后顺序啊，它都觉得太快了，所以不可动。三种现象都不可动啊，你才真正把它放下。一放下就明心见性啊，问题真的去解决啊。所以师父，我们在现前这个世界，我们所学的是解悟，不是证悟啊。这个解悟啊，是佛经上告诉我们，近代科学帮助我们提供的证据啊，让我们对这个一点都不怀疑，是解悟。我们的证悟不必去想这些，越想越过啊，不要去想，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到极乐世界，我们这种基础这种根性，到极乐世界提升是很大的速度向上提升，这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觉悟啊，在极乐世界品级上升会缓慢啊，对这个了解有很大的帮助啊，会很快的提升品位啊，这是很难得的一桩事情啊。没有能力修其他法门，自己断烦恼的，独立断烦恼的，就应当要修净土法门啊，死心塌地，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没有一个不成就啊！真心恳切的愿望，求生极乐世界啊，随时可以往生啊！特别是灾难，所以灾难不怕，没有灾难。哎，灾难到面前的时候，阿弥陀佛就看见了，他就要接你往生了。你看多自在呀、啊！这个法门不死的法门啊，这个法门一生成就的法门啊。所以我们报佛恩，报佛恩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帮助佛教化众生，把佛的这殊胜圆满的大法像金山福幕后所说的，要传授给别人。现在这样传授，要利用科学的工具啊，利用网络，利用微信啊，便利用了这些先进的科学仪器。我昨天看到一位同学拿这个小机，中国国内中国做出来的啊。我们刚刚讲完这一部大经解原义1200个小时，他告诉我只要放2片那个晶体，1200个小时都在里面，太完美了，真难得了啊！那么一个小东西很便宜啊，大概是在国内买也只有100多块钱的样子啊。你看看，就1200个小时放在口袋里啊，随时都可以看啊，看到影像，也听到声音，又看到文字
比印一本书还要轻便，还要方便啊，家里物美啊，这个东西如果我们有钱，不要供养我，把这个钱都买这些机器，你去供养想学的人，好啊，比供养我有功德了。应该跟厂商联系啊，定下来我们长期的请他做啊，一批一批有多少钱就做多少啊，去去流通，真正学佛一部经就够了，不要再搞多了，一部经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啊，越简单越好。啊，真正这样做，我相信，一年的时间，身心健康，什么毛病都没有了。为什么呢？佛比什么都善，啊，是世出世间最善的这法，就这一句佛号。常常念佛，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统统放下。啊，千万不要把我们自己的良心当作别人的啰嗦头，就错了。啊，别人的好坏是他的事情，与我不相干。他的好处赞叹他，他不善的事情绝不放在心上，啊，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情。啊，这样就好。啊，我们这个身体里头，纵然有病，这病毒的细胞很容易恢复正常，啊，所以身心健康，啊，你家庭就幸福，啊，烦恼请智慧长，而且得到弥陀释迦的加持，还得到设法一切诸佛的加持，何乐而不为之呢？那么下面这些事情，就是我们佛弟子应当配合社会啊，配合一些团体、学校啊，整个国家，帮助化解社会的动乱啊，尽我们教化的责任啊，达到天下和顺，和是和谐，顺是顺利，这个就是具体的来说，建立和谐的世界这个问题。我们曾经参加过十几次的国际和平会议啊，大多数都联合国主持，确实与会的这些专家学者啊，智识人员都在寻求怎么样帮助社会恢复安定啊，他们用的词消灭冲突啊，促进社会安定和平。我在联合国做报告讲了很多次，不要用消灭，消灭是敌对的啊，我们中国人不讲敌对，我们叫化解，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啊！你看中医跟西医就不一样啊，西医是消毒，要把那个毒消灭掉，中国中医叫解毒啊，你看化解
心平气和，不对立啊，所以不能跟一切人事物对立啊。我们要尊重他，连蚊虫蚂蚁都要尊重他。啊，这几年，我听说云南那边有些同学啊，在种植这些植物，啊，完全跟病害虫、跟小鸟沟通，收到非常好的效果。啊，农作小虫不吃，啊，特别划一个区，专门供养小虫，小虫偷偷到那儿去吃，啊，其他的保留得很完整，古木树。跟小鸟约定，指定几棵供养小鸟，都到那里去。没有指定的，统统保留下来。省好多事啊！啊，在那边产生的效果，许多人都看到了，那不能不相信。啊，政府领导也是看到了，我们要大量的推行佛陀教育。慈悲的教育、因果的教育、伦理道德的教育，统统都在佛法里头。啊，佛法是非常圆满、啊，尽善尽美的教育。啊，我们一定要懂得，啊，要认真努力去学习。啊，所以各位求学，你们弘法，天下好事。日月清啊，那这就讲到我们的念力能够影响太空当中的星系啊，能够影响太阳系，能够影响银河系啊。如果你的定力，你有很深的定力啊，确确实实能够把起心动念放下，你也能够影响全宇宙，这个念力之大不可思议啊。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念力像灯光一样，四面八方照射散，所以一张纸啊都透不过啊！现在科学知道，如果把这些灯光把它浓缩成一条光线极光，钢板都能透过，不是指钢板都能透过啊！这是说，你看这物质，光是物质集中起来，那个念多大，力量能多大？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我们也并不了解，从这哪有？啊，佛说，智心一处，无私不办。一教经上的。啊，还有一件事叫智心一处，无私不办。佛这话讲了很多，不只讲一次啊。啊，无私不办，没有说。太空当中的星系在外没有说，那没有说的时候，遍宇宙所有一切法说，我们念头集中了都能够办得到啊。换句话说，都可以圆得到啊，都可以能够影响到它啊，是改变它的这个轨道有点偏差了，我们都可以把它修正。真有这个能力啊！啊，现在有一部分科学家的时候，这新兴科学研究心理、研究意念，人越来越多。啊，因为念可以改变物质环境，可以改变我们的身心，让我们的疾病不要有药物全都好。啊，刘素云什么意思？两三年前，山西小叶
四十多个人得癌症吃栗子，个个都好，念头都不想病，没有想到自己有病，只想到念佛求生净土，就这一个念头，除这个念头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他病自然好了啊，那就是他还有寿命啊，佛还没进来走，让他来表法，他有用意的啊。所以我们首先要建立自信心，要相信自己啊，自己对自己丧失信心了，佛菩萨帮不上忙啊。佛菩萨帮忙是相对的，我有一分信心他帮助一分，我有十分信心他帮助十分啊，我有二十分信心他帮助二十分，是相对啊。自己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的，佛菩萨再慈悲也帮不上你啊，总得等你有几分信心啊，才能帮上忙。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像慧能大师，慧能大师对自己、对佛、对经教、对老师，我常常讲，他是万分信心，所以他得万分利益。神秀跟他比，我说神秀只有百分信心，他得百分利益。慧能万分信心得万分利益，五祖啊一波传个慧能了，没传个神秀，道理就在这里。所以日月太阳系银河系我们都有办法控制啊，太阳的风暴啊，这些太阳里的东西抛弃的时候影响地球，我们可以让它不影响地球，可以让它这些抛弃物的能量减一半啊，或者减了十分之一，对地球就不会有影响啊，能做到吗？啊，风雨一时那更小的事情啊，这个大自然真的挺听话，我们想要下雨的时候就下雨，想要晴天它就能晴天，意念可以指挥啊，可以沟通的啊，灾离不起，灾是灾难啊，历史问题这一类啊，国风民安啊，国家富足啊，人民安乐啊，宾国无忧，永远没战争。宾国无忧啊，就是没有战争，战争是非常残酷的事情，也是不善业里面排名第一的。战争不是好事情啊，真的。你看看中国古代，尧舜禹汤建国不是用武力，没有武力啊。陈塘周文王、周武王啊，都不是用武力来统治天下的，而天下诸侯国都尊他为王啊，那个王没有政权，每个国家都是独立国啊。中国到秦才真正统一啊，秦之前的时候都是诸侯国啊，这个历史我们要知道。你看尧舜禹都是用德啊，这就叫文化。
文化统一是最完美的，不造业。史书里记载，汤王陈汤以七十岁，他自己的宫，他是诸侯，方圆七十里，不大，像现在一个小镇一样，不大有些。啊，他就那么一大地区，他做得好，就像我们过去在汤池小镇办这个文化教育，真正办成功，整个乡镇这个氛围完全改变，别的都向你学习，尊称你为王，那是那一个尊称天子，尊称为天子，他不是真的皇帝统一统一，不是的啊。所以文化可以统一啊，佛教是教育，不是宗教，这个主要一定要搞清楚。你要问我，我们要来解释啊，是教育啊，教育可以统一啊，文化可以统一，何必要用战争？何必要杀人呢？啊，杀人要偿命的，欠债要还钱的啊，这是因果定律啊。知道欠债还钱，我们决定不占人家一点便宜。为什么占不到？占人来生我要还他，那欠债那何必呢？啊，所以决定不能杀生啊，蚊虫蚂蚁都不会随便杀生啊，决定不占人一点点便宜。好啊，如果有能力不是啊，这个是早年张家大师教我啊，这个老人呢，都会看相啊。我年轻时候的相，诸位要看到的时候，就知道没有福报啊，命很薄啊，啊，这个寿命也短啊，没一点福报都没有啊。所以李老师跟张家大师都教我修福啊，怎么个修法呢？修布施，张家大师教的；修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我说我生活非常艰难啊，在公家机关做事，收入很微薄，哪有钱去布施？张家大师问我，一毛钱要不要？可一毛钱行，一块钱的，一块钱勉强啊，也可以。你就从一毛一块去布施，一毛一块怎么个布施法呢？啊，以后因为接触到佛法了，到寺庙里面去看经啊，寺庙有经书啊，我们想要读的经书世界上买不到，去抄啊，抄书，哎，就有人呢印经，拿了个单子来，大家出钱，我一看不拘多少，一块一毛都可以写，那我也就是去用这个方法，还有放生啊，这是常常碰到的啊，不拘多少，大家凑钱做了好事。我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布施，你看我现在每一年布施都超过1000万美金，日施越多吗？还越多越施，千万不要留，留了就是灾难啊！为什么呢？你就说臭铜钱呢，留了就有灾难啊，你就会得病啊，就会有祸灾祸啊，决定不要留，丢干净了什么灾难都没有，你多自在呀，多快乐
啊，我们自己想做什么事情，它自然就来了，不操一点心，自然就来了。啊，如果不来呢，啊，那个事情不可以做，哎，就不可以做，哎，你也不要去想它，哎，应该做的钱就来了，这要多少就有多少，你说多自在呀！啊，这都是老师教的。啊，那么我接受大家的供养，啊，我们在道场我都是全部遵守，啊，绝对不怠慢的。啊，那送过去路上碰到什么，我送出去了。啊，还有说这个支票寄给我的，我要签名，我不签名他拿不到钱的。啊，而且这数字都很大的，啊，所以这个呢，我就得收了。啊，收了之后，多半都是印金。啊，送我太多了，钱太多了，怎么办？上午印出啊，印四库全书，我给他定了一百套，一套算我很便宜，我大股主，主顾啊，我买这么多啊，买一百套嘛，啊，他顶多只印个三百套，我就买了三分之一了，所以算是成本价钱，$50,000一套，500万，啊，世界书局印这个回邀。啊，再办通知我了，啊，也因为纪念呢，这个孙中山先生革命100年，啊，今年是100年，做这个纪念，我跟他讲，我订200套，好关系，200套$50,000，就1000万就蒸发掉了。这个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保存下来，因为我们知道有灾难，分发到全世界各个地区去收藏，啊，不可能完全毁灭，总会有留下来的，啊，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啊，那么另外更重要的，那就是要帮助发行奖金的这些人。我们有义务有责任帮助他真正能把心定下来，能在这里住个10年我就照顾你10年，你能住20年我就照顾你20年，让你安心在此地修学一门师父长时学习，啊，能够培养出来。中国老祖宗常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是说你儿女多，儿女多不算数，儿女当中有人才，有继承家业的，继承家道的，继承家学的，这个重要。老师也是如此，学生再多，那个没什么用处。学生当中有没有继承你的道统，继承你的学术，这个重要。所以传人啊，这个重要。我们对这个很重视，啊，也是天天鼓励大家，啊，好好学习，啊，真正发心，我们尽一切力量来帮忙、来帮助。好，这是下面一句“从德行仁”，这一句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要从上道德。啊，要把仁义行往前，啊，仁者爱人，知道爱人，啊，爱一切众生。从哪里学起？我们最恨的人，最讨厌的人，常常来侮辱的、陷害我的人，从他起，要爱他，啊，爱他，帮助他。我对他都爱，那对别人就不必说了。啊，对亲人呢，那更不必讲了。哎，就愿亲平等，啊，把这个无始劫来或者是今生跟人借过过节，全部把它化解掉，
这叫菩萨，这是我们学佛真正的受用了。学佛还有看不惯，还有怨恨呢，这个不可以啊。那这就不像这个佛弟子啊，佛弟子要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一定要能够容纳啊他做的罪业，我们天天把功德回向给他。为什么呢？知道他要多我道，多我道希望他少受一点苦啊，这个我们怎么办？他不多得我道，我们帮不上忙；多我道，减少的痛苦，我可以帮得上忙。啊，去处处替别人着想，我们自己会健康长寿，会生活得很愉快。啊，真正是佛的好弟子。啊，好，这个讲义里面注解是黄念祖老居士。我们这个大经解义一已经讲圆满，现在我讲第二遍啊。第二遍呢，用科会把我的过去的科判汇在这个经里头啊，所以这个下好汇集经本啊，用我的科判，用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啊，他的注解注得好。是集注啊，是集大成，集注解释大成啊。那里面这一段文呢，我都有很详细的介绍啊。今天晚上我们就讲到此地啊，谢谢大家。